根据国际藻类真菌和植物命名法 ICNN 和国际栽培植物命名法 ICNOP， 苋菜的学名是 Amaranthus palmeri， 苋属植物的俗名是一、粗心的杂草苋菜，三、长芒苋，四、豚草。它原产于北美南半部的大部分地区，美国东部的人口可能已规划。它也被引入欧洲和澳大利亚。这种植物生长速度快，具有很强的竞争力。综上所述，苋菜的俗名有一、粗心的杂草苋菜 Amaranthus palmeri， 是苋属的一种食用开花植物。它原产于北美南半部的大部分地区，美国东部的人口可能已规划。它也被引入欧洲和澳大利亚。这种植物生长速度快，竞争力强。加总之，苋原产于北美南半部的大部分地区，美国东部的人口可能已规划。它也被引入欧洲和澳大利亚。这种植物生长速度快，具有很强的竞争力。苋菜 Amaranthus palmeri 是苋属的一种食用开花植物，有草苋、雌雄异株、长芒苋、长芒苋、长豚草等几个常见名称。它原产于北美南半部的大部分地区，美国东部的人口可能已规划。它也被引入欧洲和澳大利亚。这种植物生长速度快，具有很强的竞争力。不，除了美国以外，苋菜不会侵入世界其他地区。它原产于北美南半部的大部分地区，美国东部的人口可能已规划。它也被引入欧洲和澳大利亚。这种植物生长速度快，竞争力强，但在世界其他地区尚不知道它是否具有入侵性。